朗朗13岁时和现在一个样，炸到网友一片。1995年，德国13岁的钢琴大师朗朗在倾情演绎，这小神态跟今天的他一毛一样。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个习惯是天生的，从小就有内味了。图片中朗朗肉嘟嘟的样子也是非常可爱了，不愧从小就是钢琴神童。不过这个时候吉娜也才一岁，真是天赐的良缘啊。弹起钢琴的范儿也和现在一毛一样，